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的大头儿子和围裙妈妈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彩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三种颜色彩泥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大头儿子和围裙妈妈来制作我们的玩具。这是我们的绿色，取出我们的绿色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绿色彩泥，这是一个小房子，有我们的绿色彩泥，这边是我们的绿色。这是我们的不规则的形状，放在这里。我们里面这边再做一个绿色的正方形，当做我们的菜园。这是我们的绿色，把我们的绿色切成正方形形状，这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，在上面画上格子，当做我们的菜园的菜地。这边再放上一些，这是我们的草地，这是我们的草，这是叶子，放上一些花丛，这边再做一个花圃，做一个长方体的花圃，这是我们的花圃，花圃里面放上花朵，这是我们的花丛，放在上面，
边再放上我们的围，这是我们的围栏。这是我们制作好的这一款彩泥玩具，我们就制作完成。我们一起呢和我们的大头儿子来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